主料平菇150克，鸡蛋100克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两只鸡蛋，将平菇洗净撕开备用。热锅冷油，将蛋液倒入锅中，然后炒成蛋沫盛出，然后另起锅，将平菇倒入锅中翻炒，等平菇都软了，将蛋沫倒入锅中，加点盐炒匀，再焖一会儿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炒鸡蛋的时候锅一定要先烧热，这样鸡蛋一倒入不容易粘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